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来画一个盒子，一个可以放东西的盒子。那由于列印的时候会花很久的时间，所以我们不要画得太大，我们就来画一个5公分乘5公分的盒子。上次有跟各位提到，在 Tinkercad 里面，它画图都是用很多的立体的图形堆积起来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介绍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我们之前都用基本造型来做堆叠哈。那今天呢，请各位从基本造型这边点选特色，特色的造型哈，特色产生器。好，请各位在基本造型这里点选特色产生器。那选完之后会发现这边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哈。好，请你选到第二页，特色产生器里面的第二页有一个叫做可调整的盒子。可调整的盒子，请你把这个可调整的盒子拿出来。好，那这个特色产生器呢，名副其实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物件其实是人家做好。人家做好可以用来直接引用的，那我们只要相对的要调一些它的大小的参数，细项的一些设定就可以了。好，所以很多图案我们会用特色产生器里面的造型产生器里面的东西来做我们所需要的物件。好，那这是一个盒子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的箱子的长宽高。那这个箱子的长宽高呢，我们刚刚说要做一个5公分乘5公分的，那所以我们的长跟宽就是50 millimeter，所以请各位先修正一下。然后高度呢，高度我们不要设到5公分哈，不要设到5公分，因为等一下还有个盖子，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有盖子的一个盒子，那所以这边我们给它4公分，就是40 millimeter 就可以了。那墙的厚度呢？就是指这个墙的厚度哈，我们给它2个 millimeter，4个 millimeter 好了，我们给它4个 millimeter，好，给它4个 millimeter 哈。好，那接下来这下面还有几个选项哈。好，我们先从下面这两个看哈。第一个倒数第二个哈，这个是closing wall，就是里面的这一个墙哈。好，我们这个盒子来看一下啊，如果它是一个可以有盖子的一个盒子，那等一下我们盖上去的时候，它会有分，这个是叫做内墙，这个叫外墙，那所以这边指的是内墙的厚度，就是这一层，这一层墙壁的厚度，这一层内墙的厚度。那我们刚整个墙的厚度是4，那所以呢，如果你要这边刚好要一半一半的话，那这个内墙的厚度就是2，所以我们这边给它2，那这里就会变宽一点，那所以外墙也会是2哈，外墙也会是2，内墙外墙。好，那以 3D 列表机来讲哈，如果说你这个内墙外墙哈，它的厚度如果太薄，厚度太薄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盒子的坚固的程度。好，它有可能太薄会断裂哈，使用上容易坏掉。那所以我们就墙壁的厚度就不要低于1个 millimeter 不要低于1个 millimeter。好，那另外最后一个参数呢？最后一个参数这个是指内墙的高度，内墙的高度就刚刚这个是内墙，所以它是可以有高度的那我们给它如果你的高度太短这个高度太短的话，你在盖子盖上去的时候是很容易掉的所以我们给它4好了，4个 millimeter 的高度。
所以它就会长高哈，就会长高，这个地方就会是4个 millimeter。好，那么这是箱子的底部，这是箱子的底部。那这一个还没讲哈，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哈。好，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箱子的底部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上盖，啊，做上盖。那上盖就比较简单了哈，我们直接选，就是把刚刚这一个箱子选到之后，我们直接复制一个，啊，复制一个。那复制的方法直接按 Ctrl 加 D。哦，Ctrl 跟 D 一起按，按一次之后，它会闪一下，闪一下表示它已经增加了一个。这时候我们用方向键的上下左右，把这一个已经复制好的把它移出来，这就会是另外一个盒子。好，那刚刚这一个是箱子的底部，那我们就把这个变成上盖。好，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选一下，变成箱子的顶部。好，选好之后，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本来内墙是凸出来，这边内墙会变成凹进去，啊，这样子才可以接在一起啊。那我们刚刚说这是要做一个5公分乘5公分的盒子，那所以这个上盖的高度呢，事实上是1公分就好，啊，所以我们就给它10个 millimeter，啊，10个 millimeter 哈，那这样它就会下，整个会下降。那这边呢，就跟刚刚设定一样哈，这个内墙的高度是4，所以它这里高低落差会有4个 millimeter，然后内墙的厚度就这一个，内墙的厚度是2个 millimeter，就会跟这边刚好契合哈。好，那么基本上这样子呢，它的就是一个盒子的基本上的成分，它就制作完成哈，就制作完成。好，那刚有一个参数没有讲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指的是箱子的底部跟盖子的一个松紧的程度。那怎么样去调整这个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盖子把它转180度，啊，转180度，然后把它往上拉，然后跟你的箱子底部对齐。好，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盖起来的意思了哈。所以我先做对齐。上下对齐，左右对齐，对齐之后呢，啊，你从侧面看，然后我们把盖子点选一下，让它贴在一起，好，让它盖起来，粘在一起。我们把盒子盖起来之后呢，哈，我们现在要看它的缝隙，哈，盖子跟箱子的缝隙。那因为 3D 列印本身，它在列印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点膨胀。因为那个塑胶线加热，啊，会热胀冷缩哈，那所以它尺寸印出来就会没有那么的精准。那所以我们现在把上盖呢，先把它变成透明的，让你可以看到这个实际上箱子跟盖子，好，盖起来的结果哈。好，那这个透明的部分是上盖哈，那黄色的部分是箱子的本体。那我们如果在调整箱子的本体，哈，如果把这一个，好，各位看到差别了吗？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调那个紧实度，你把它调成零的话，它的这个箱子本体就会内缩，啊，箱子本体会内缩。然后呢，如果你调0.1，它就会完全的密合，啊，就会完全的密合。那所以通常我们如果要让箱子跟盖子可以，更好的连接的话，能够盖子可以盖得进去的话，我们通常要留一点缝，啊，留一点缝。那缝留得越大呢，你的盖子就会越松，啊。不过这边因为它可以调的范围其实很小，那我们在列印的时候，3D 列印还要注意它的解析度跟精度，哈。如果你把精度调得很高，然后列印得很慢，它才有可能在你这么少的一个这么小的距离，它还可以把盖子盖进来。那如果你列印得很快，通常我们的这个盖子会跟本体都会稍微有点变形，尤其在角落的地方，那所以这个缝隙就会不够用，好，那到时候你的盖子就会盖不进来，好，那所以这个都是要去做尝试的部分。